的小老鼠，小特产，它叫负鼠，但是这只小负鼠好像受伤了。你是跟别人打架了吗？哎，它的那个眼睛那里也被咬了，眼睛也被咬了，就是这个上。哇，真的是被打了，好可怜。是不是被？到底是被猫还是被狗咬的？还是没有东西给它吃？哎，今天没有带东西。你吃饼干吗？有饼干吗？我有饼干，但是上面有巧克力。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有问题吧？你拿一下，这是我每天我们上班的必经之路。哎，然后碰到了一个小朋友，但是理论上是都可以吃的，因为他们会发垃圾桶，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食物上都可以吃。Hello。给他拿过去，进来，快点来。Hello。吃了。吃喽。不要抓我。抓着你手吃。你放桌子上给他吃。我不太是，我不是很敢让他抓，我放这里好了。哎，他的手是不是不能抓呀？今天可以抓。这打的也太惨了吧，就是整个这半片，就是左边那半片全都是被咬掉了，太可怜了，只能派我们家的卡比和提莫出来帮他报仇啊。你们家提莫卡比，我们家两只猫可以过来帮他打群架。一般别的小负鼠就会跟那个兔子一样，就是两只手抱着吃，然后它明显不太行，它左边好像受伤很严重。那个它就两分了。我这饼干本来上班吃，明天我们带萝卜过来，它可能能帮到它。对啊，然后用萝卜试试看，会不会有人抢他食物？如果有人抢他食物，就知道是谁攻击他，然后就把那个人干掉。你拿着吃啊，可爱的。再给你一个吗？因为我也要回家去。走了，拜拜。